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但始终一脉相承。 奠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。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，既需要薪火相传，代代守护。 更需要与时俱进，勇于创新。研究弘扬东方文化，揭示。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。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。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，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，让世界文明百花园，群芳竞艳。